be careful. 他说那边有裂掉，所以你们要小心，不要站太，不要站太过去。刚刚他们那个军人说，阿兵哥说的，那边比较危险，就不要走。感谢 Lara 的提醒，因为火山地形的关系又没有护栏，所以来这里的游客在开心之余也要留意脚下，一不小心很危险的。好紧张哦，天哪！哎，你走我后面哦。对啊。你不是跟我有仇吗？对啊。你可以不要站在我后面吗？我再怎么对你有仇，我怎么舍得把你丢下去啊？我不相信你。这真的好美哦。看着熔岩不断的喷出流动，就像随时会喷发的，让人紧张，感觉好像有什么魔王会冲出来一样，真的很壮观。看得旁白哥我内心也激动了起来，现在很想立刻订机票去亲眼看看这壮观的景象。哇，这就是尔塔阿雷火山。对，太震撼了。而且刚刚呢，看它这稍微啊，就是活动频繁了几次，对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刺激。嗯，站在这边很震撼。对对，那说到尔塔阿雷火山呢，其实啊，它蛮特别的。特别在哪里呢？就是全世界仅有六个还在活动喷发的一个火山之一。哇哇哇哇哇，又很激烈。哇哇哇哇，啵啵啵，那边有啵啵啵，真的。哇哇哇哇哇，一直撞，就像喷泉那样喷的。这时候就有热气。哇哇哇哇哇，它一直在那流，我觉得有点像那个红色的飘飘河。你这么壮观的东西一讲，是可以玩游戏的。站蛮远，但是我还是蛮差的。可以，你看到呆掉哦。对啊，站那边也就发觉看到久久不能自己，就忍不住一直盯着看。对，连旁边的军人都很兴奋。而塔阿雷火山呢？对，我觉得。它是一个可以让人亲近的火山，那最主要就是一个一流型的一个火山嘛。那其实它很难得，因为它是世界上仅有六个还在活动、持续喷发的一个活火山。最近有一次好像去年才喷发嘛。对，我们刚走过来那一路上，你会发觉它那个特别的脆，好，那就是新的，新形成的。那最主要，因为它主要的那个岩浆成分是玄武岩，玄武岩就是它水分比较少，然后粘度比较小，然后热度是比较高，所以形成一流型，所以才可以让人去亲近它，危险性没有那么高。但是呢，刚刚站在旁边，你有没有发觉到，站在火山口，第一个你就体感温度会上升，对对对对。那再来呢，现在好在是风吹那个方向，对，因为刚刚呢一度转过来，你就觉得刺鼻味，闻多了确实那也是蛮危险的。那再来呢？我不知道你看的这个有什么感觉？我感觉上有点像是那种液态黄金。你这样看，你又很像就是印象中，就是可能从电影里面、从童话故事书里面去讲到那种地狱，对，很像地狱之门。所以呢，而塔阿雷呢，在那个阿巴语中呢，就是被形容是地狱之门这样的意思。对，它这样裂开，就像门打开。有啊，其实蛮像的。然后旁边又都是岩石。对啊。那我们一直不敢往前进，就是因为这边其实这个地这边是裂的，脆弱。对对对对，它很危险。那所以呢，咱们还是要保持一点点距离。不过刚刚咱们还是看到它很精彩的一部分，喷发的瞬间。对对对对对对。